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听嘅系丰泽产品 GPS， 我系导航员市场推广部嘅 Lowell， 今日要同大家导航嘅呢个系 Dippo 智能绑带套装，将呢个套装配合埋你日常嘅健身训练，系可以令到效果大大提升噶。Dippo 智能绑带原理系利用光碳电极刺激神经肌肉，用喺训练、复原同埋刺激手臂、大腿肌肉，可以做到阻力同埋重量训练。它可以分开单独使用，亦都可以配合其他 Dippo 产品，例如腰带做局部训练噶。依家就等我教大家点用啦。首先可以将智能绑带扣喺你想锻炼嘅地方，再利用它嘅官方手机程式 Dippo 选择模式之后，就可以开始训练噶啦。进入程式之后，首先要同绑带连结，然后你就会见到好多唔同嘅训练计划，例如系阻力训练等等。应用程式会将信息传送到绑带，扣咗智能绑带嘅地方可能会有肌肉被带嘅感觉，其实就系促进紧肌肉纤维生长，同时亦都可以用作为运动嘅热身或者系 cool down 嘅功能。今集丰泽产品 GPS 就嚟到呢度啦，今日为大家介绍嘅系呢个 Dippo 智能绑带套装，有兴趣嘅朋友可以上丰泽网站，同埋记住 download 丰泽手机 app， 当然都可以嚟门市揾我哋嘅同事了解更加多啦，下次见，拜拜。